红粉儿我是认真的，带粉儿我是用心的，自玩酱就是我。这回你看看，咱们绕过来之后就不一样了，完全战局就不一样了啊！上楼，把门打坏，上楼。好，没毛病，上来了。哎。好，这回没毛病了啊，这回咱们就占了有利地形了，对不？这回就轮到咱们堵他们了。我的天哪，我咋掉下来了？没关系，我搁这伏地。没事，被炸倒了一个，稳住稳住。完活全灭，哎 OK， 炮匪啊，下来捡装备，捡装备啊，小绿青蛙，小恐龙啊，这衣服挺好看。哎呀，超好哥送的锅，九零后老阿姨送的锅。哎呀，清朝你跑的也太那啥了，你一直往前跑就行，我会去接你的，不会把你丢下。这边有人啊，堵这边的人。哎呦我去，有驱车了，前方有危险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这边也有人，看着了。前方有危险。打不着。来了来了，前方有危险，这也没打掉。没打掉他们，这也太那啥了，一个人呢。这青草干啥呢？走，不是路人啥的，快走快走。咱们得占领高地，知道不？嘿，一定要占领高点，知道不？我妈呀，给我打的，给我打的啊，太嚣张了。掐我脖啊，锁我喉啊哟。搁哪呢？没看着人啊，我问你。一直没看着人，近点来车了，近点来车了。我的天哪，一队。想和我一起吃鸡儿吗？每晚10点咱们直播间见，干就完了。